好，尊敬的各位，欢迎您在黄金时间守候在优酷体育，观看由优酷体育为您带来的2020赛季中国足协杯的比赛直播。今天优酷体育为您带来的是足协杯第二轮，北京中赫国安对阵成都星城的比赛。本场比赛由郑欣彤指导和岳琪为您带来比赛的中文评述。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位于江苏省常州市的奥体中心。今天这场比赛啊，2020赛季的中国足协杯是历届足协杯赛事中最特殊的一届。由于疫情的原因，今年的足协杯比赛没有业余球队和中乙的球会参加，只有中甲和中超的球队参赛。现在我们镜头中已经看到了成都星城的大巴，成都星城的大巴是前几天刚刚购置完成的。为此啊，他们还特地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庆祝买到了这个大巴车。让我们听一听成都星城主帅卡洛斯的赛前采访。Pero es un equipo que va a correr mucho, que va a trabajar mucho, que va a ponerle mucha ilusión, van a ser alegres. Es un equipo que hay que ponerse y hay que intentar ganarle jugando bien a fútbol, porque ellos lo van a dar todo, porque para ellos es una excelente oportunidad. 对方确实很年轻，然后他们可能就缺乏经验。但同时他们场上是更有活力的，可能会不断的奔跑，然后就说也是不断的那个就来逼抢我们。我也跟队员说这场比赛，然后那个就不能那个这场比赛是不能轻视的，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才能赢下这样的比赛。 OK, thank you. 现在镜头给到了国安队的大巴车，镜头中的这位啊，可能是今天国安球迷比较关注的一个了，就是这个黑人老哥斯坦利门佐，他是国安预备队的主帅。这个名字啊，如果稍微年长一些的球迷可能听过啊，他在2004年的欧洲杯和2006年的世界杯都是荷兰国家队的助理教练。而在九十年代啊，90年的世界杯当中，他是作为荷兰国家队的替补门将。来听一听他赛前说了什么。I think the boys are excited to represent the club, to represent the first team, so they're ready for it. 我觉得我们备战都是不错的。小伙子们今天都很兴奋，他们也很期待这场比赛，他们很高兴也很骄傲能够代表俱乐部，能够代表一线队参加足协杯的比赛。本赛季对手中甲赛场表现很好，球队有哪些应对性的部署？ Yeah, the opponent was played very well in the second league, and how did we make some special preparation or arrangement to beat us? One, we're going to try to play our own game.But we know that they are more experienced and probably more stronger than us. So we need to adapt a little bit. But we want to try to make a good game of it. And at the end, we will see what the score is. 我们首先还是把注意力更多的放在我们自己身上，打出我们自己的比赛。当然，我们也知道对手确实经验或者是能力方面可能要比我们稍强一些。但是我想我们还是尽可能的去打好做好在比赛中做好我们自己打好比赛，然后至于结果怎么样我们比赛完了再看。OK。
好，这边斯坦利门佐先生啊，也是提到了这支中甲的新军，对于中国安队的青年球员来说啊，今天也是一次非常不错的练兵机会。我们看到现场来了不少的成都星城的球迷，而在刚刚的开场画面中，我们也是听到了啊中赫国安球迷的战歌声。今天的国安啊，这一次的整个的大名单都非常的年轻，平均年龄不到19岁，最年长的球员是00年出生的今天首发的球员姜文豪，而最小的球员年仅17岁。从成都这边来看，我们是能够相信很多国安球迷啊是能够在成都星城这边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像今天首发的前场球员34号的王小龙，是曾经在国安征战过4个赛季的比赛，也是代表国安打进了17个联赛进球。而吴贵超则是出自于国安青训，此前在国安的预备队效力。只可惜啊，这名优秀的97年龄段的中场小将啊，没有能够进入一线队。现在双方球员已经是步出了更衣室，来到了赛场通道之内。如果您看过几年国安队的比赛啊，应该对刚才镜头中的这位球员王小龙有过很深的经历。在09-10年那个年代啊，他是从山东鲁能转会到了北京国安，当时啊被时任主帅帕切科奉为左边路的一把利刃。现在国安队已经是来到了场地当中了。今天国安队虽然是预备队出战，但这支预备队啊，实际上他们的阵容也并不完整，像前锋冷继轩，还有中后卫梁绍文，以及后腰胡佳琪都入选了 U19 的国青队。 U19 的国青队呢，现在是在征战中乙，没有办法去参加今天开始的足协杯了。我们像今天啊，国安队的预备队的几名，还有几名年轻的小将，像乃比江、开塞尔和段德志啊，今天也是没有能够随队征战这次足协杯的比赛啊，对于球队来说还是缺少了不少的主力成员。今天的主裁判是马宁，两名助理裁判也是国家级的裁判。现在双方球员已经在主裁判的带领下步出更衣室，来到场地之内了。走在最前面的是他们的17号队长甘瑞，今年甘瑞啊已经是35岁的年纪了，而国安队的队长46号陈彦普，实际上啊才刚刚19岁。没错，陈彦普要是见到甘瑞啊，得先叫一声叔叔。没错，两位队长的年龄差距也是非常大啊，相差了16岁之多。不过陈彦普确实也是一直是担任国安的 U19 梯队的队长，而在国青队也是有过非常多的出场的机会。对。现在国安队也已经是步入到球场之内了。今天国安的对手成都星城将自己冲超的希望是保留到了中甲的最后一轮，但是很遗憾啊，和中甲领头羊长春亚泰的对抗是没能跳到最后。他们是经历了一场0-3的惨败，不过对于一支中甲新军来说啊，最终第四名的战绩实际上已经可以令大部分球迷满意了。如果面对国安队的这个常规阵容啊，成都星城或许占不到太多便宜。那么欣桐，你觉得今天他们面对国安队的这些小朋友们，这个中甲的老大哥能不能有更强的活力呢？对于成都星城来说，就像赛前他们的主教练卡洛斯所说的那样，面对这样一支年轻的队伍，相信国安队也会非常的拼。让我们先来看奏国升国旗仪式。
国球员已经是列阵待发，足协杯第二轮北京国安对阵成都星城的比赛也已经是即将开始。国安队的小伙子们啊，都要把羽绒服脱掉了。今天江苏省常州市奥体中心的实时温度只有7摄氏度，而且到了晚间，据说还要一场不大不小的降雨。但现在看天空的情况，应该是没有降水出现的。首先为您介绍一下本场比赛双方的首发阵容。成都星城这边主帅卡洛斯格拉内罗是排出了一套3-5-2的阵型，与上一场0-3不敌长春亚泰相比，本场比赛做出了5个人员的调整。顶在最前面的两名前锋分别是莱昂纳多以及王小龙，三名中场分别是冯卓毅、马小磊以及吴贵超，两名边翼位分别是胡明天以及队长甘瑞。队长甘瑞啊，面对陈彦普真得是自己是一个叔侄辈的较量了。没错，三名后卫分别是严世鹏、胡永发以及楚金钊，门将是1号李石。今天的裁判是马宁，两名助理裁判呢现在也已经在马宁的质疑下完成了赛前的质疑仪式，步入到场边的边线中了。今天北京国安队这边主帅斯坦利门总还是排出了一套惯用的4-3-3阵型，顶在前面的三名前锋分别是谢龙飞、李博熙以及白云飞，三名中场分别是姜文豪、史玉成以及队长陈彦普，两名中后卫分别是林中阳以及李京润，两名边后卫是何小强以及徐东东，门将是41号马坤岳。今天成都星城这边替补席只报名了7名球员，而北京国安队这边则是有9名球员入账的。成都星城的主帅卡洛斯，卡洛斯啊，也是一名非常喜欢传控的主帅，深受西班牙足球风格的影响。他也是提到啊，希望能够把球队打造成一支以传控为主要打法、打出漂亮足球的球队。特别是斯坦利门佐，刚刚我们在赛前啊，管制也是介绍到了，斯坦利门佐有着非常丰富的球员履历和执教经历，也是代表荷兰国家队征战过世界杯。王小龙，我们刚刚提到啊，王小龙代表国安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这位就是国安这边的队长陈彦普。今天陈彦普也是场上国安这边最值得关注的一名球员啊，他在预备队上赛季的比赛能够打进2球，而在 U19 青超是射手榜第一位，打进了14粒进球。莱昂纳多今天全场的唯一一名外籍球员，没错，成都星城这边呢是只带了一名外援莱昂纳多，北京国安这边呢是一个外援也没有啊。几名外援都在卡塔尔的多哈征战亚冠联赛。马宁还是身着半袖的裁判正装，今天实时温度只有7摄氏度啊，他得多跑一跑了。好，随着主裁判马宁的一声哨响，2020年中国足协杯第二轮北京中赫国安对阵成都星城的比赛已经开始。身着传统的绿色球衣、绿色短裤，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的就是北京国安队，而成都星城则是一身红色球衣、黑色短裤，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本场比赛由郑欣彤和岳琪为您带来直播评述。刚刚开场，成都还是抢得挺凶的，而国安这边小伙子们的拼劲也非常足。今天对于国安这支青年军来讲啊，打出自己的风格才是最重要的。对，他们也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锻炼自己的这种比赛经验。对，王小龙当年在帕切科手下啊，可是攻破过恒大球门的，直接打身后，这下及时的补防回来。今天国安的这几员小将啊，也是展现给北京球迷的一次好机会。他们此前更多的在预备队征战，还没有什么一线队的履历。没错，先来看这一波，传中打进来，效果不是特别好。严世鹏的传中，这球没有和队友联系上。看看国安队这边，还是先出一脚把球解围了。今天对于国安来说，后场打出自己的东西啊，但是注意不要粘球，成都队今天应该会抢得非常凶。对，此前中超的几支预备队出战啊，
像上港和恒大都是吃了败仗，上港是0-4输给了中甲的领头羊，也是成功升超的长春亚泰，而恒大面对中甲排名第三位的昆山 FC 也是输了个0-3。所以看看北京国安啊，面对中甲第四位，今天能踢出怎么样的火花了。其实相比于上港和恒大队的阵容来讲，国安拥有更多的国青队的选手，其实也算是在这两几支中超球队中啊年轻阵容里最为出色的一支球队了。当然他们还缺少了很多球员，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梁绍文这样的能够已经入选国安一线队的这些球员。是，实际上国安队啊这几年青训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善，在去年还拿到了中超的最佳青训俱乐部奖，但是培养出来的几名优秀球员啊今天都没有在首发阵容当中，全都去国青驰援了。是的，李京润把球交到中场，面对对方的高压逼抢还是没有能够把球找到前面的出球点，门将马坤岳。马坤岳是一名非常出色的门将，是1.90米的身高，身体天赋也非常不错。对，他是从 U17 是直接进入到了一线队，也是来自于回民中学毕业的，从小到大一直都是校队的主力门将。是，当年我在育才学校上学的时候啊，跟回中的二队也是交手过的，不过当时我们输得比较惨，这个比分呢就是国安和申花那场的比分啊，9-1。确实我们领略过回中足校的这个实力，的确回民中学是被国安输送了很多优秀的青年才俊。是，卡洛斯今年57岁，2018年3月份上任，这已经是他带领成都星城的第三个赛季了。他去年带领成都星城是完成了从中乙到中甲的一个升级，今年最后是功亏一篑啊。坦白来讲，他们的实力和长春亚泰相比啊，肯定还是有一些欠缺的。没错，从整体的阵容厚度和比赛经验上来看啊，这支成都星城确实还是无法跟中甲领头羊长春亚泰相比。不过，能够从中乙第二名直接打到中甲的前六啊，对于球队来说也是非常不错的成绩了。而且成都星城把他们的传控体系啊，展现的也是淋漓尽致，非常主教练也是非常善于使用球员，非常善于让球员打出自己的特点。尤其是举个例子来讲，就是中场的吴贵超。吴贵超其实以前在国安包括租借出去的情况下获得的机会很少，但是在成都星城却成长为了球队的主力。前场的逼抢，这球还是没有能够把球拿下来。蒙卓一把球交给楚金钊，楚金钊此前在天津权健是有过效力经历的。这一下马坤岳解围球见高不见远，莱昂纳多把球顶了一下，但还是国安队能控制。这下是谢龙飞的逼抢，甘瑞连续在中前场进行盘带。中场这边是出现了失误，看国安有没有反击机会。右边有空当，李博西可以看出来啊，这些小伙子拿球上还是非常的自信。对，而且看得出来啊，常年在一起训练挺默契的，把球掉进禁区，这一下看看有没有投球的机会。外围直接发炮，陈彦普打了空气脚，这下没有踢上。莱昂纳多身体是真棒啊，三个抢一个才勉强抢下来。没错，还是鸣哨了。这下放倒的是吴贵超，这一下从背身后面的铲球啊，有一个抬脚动作，有反击机会了。哇，这下的铲抢要小心呐，在禁区边上了。我下脚也是非常的果断，应该是50号徐东东。马坤岳，刚才他的一个大脚有点失常。何小强，何小强这名球员啊，是一位来自云南的少数民族纳西族的球员啊，跟目前在国青的段德志是同样来自云南，都是纳西族的球员。不过上赛季啊，他在预备队的出场机会并不算太多。
国安队预备队现在也是人才济济啊，现在已经上调到一队的文达呀、刘国博呀，其实此前都是在国安预备队中磨练多年的。没错，只可惜啊，这赛季文达的出场机会并不多。对，其实刘国博上场机会也挺少的。对，是的，毕竟在中场这个位置上啊，国安队确实几名外援都是中场的佼佼者，还有像张继哲呀、朴成、池忠国这样几名国脚或者准国脚的球员。姜文豪在中场进行控制，还是把球交给队友林中阳，把球直接掉进禁区。哎，后点有机会了，这脚攻门、哎、这球有了，国安队1-0领先。这球是来自于成都星城的一个防守的失误，应该是谢龙飞的进球啊。谢龙飞打进了北京国安一线队的首粒进球，1-0，北京国安队在足协杯上取得领先了。这个进球确实有一些意外啊，来自成都星城的一次防守失误。这下谢龙飞也是抓住了此机会，我们来看一下慢镜头，应该是林中阳的传球，看看有没有越位。这么看是没什么问题啊。对，48号白云飞啊，非常出色的一名前锋，也是标准的一个中锋踢法。这一下的蚁人啊，可以说完全靠住了对手，才给队友创造了这样一次机会。对，这个右边一位队长甘瑞啊，要为这个球防守负一下责任了。甘瑞这明显的防守是顾前不顾后啊，只看了眼前的人，只顾眼前路，没有留意身后身的，被谢龙飞抓住机会打入空门得手，1-0，北京国安队取得领先了。这个开局对于很多国安球迷可能都没有想到啊。没错，哎，这次到禁区里面了，马克月先出击把球拿住了。这次的出击是非常的及时，对于成都来讲啊，作为更为年长的球队啊，比赛经验也更丰富，在面对国安的青年队率先丢球啊，对于球队来讲也不是很，想必不太能接受，看看后面球队能不能及时稳住心态啊。实际上成都星城啊，虽然是中甲新军，今年最终是冲超功亏一篑啊，但实际上他们对足协杯还是挺重视的。他们17号的时候就已经全队在都江堰的足球基地集合了，备战了足足有12天的时间，然后才和北京国安交手。当然和北京国安预备队一直在训练，这肯定不能相比啊，但是一个漫长的中甲赛季结束之后能够放几天假就回来继续训练，也挺难为他们的。没错，你看刚刚啊，突破的就是王小龙，对，依旧犀利啊，边路的速度和脚下技术依旧是王小龙的特点。王小龙尽管已经34岁，34岁了，也算是一名老将了，依旧保持着自己的在巅峰时期的特点。而且王小龙啊，是两支球队22人当中唯一一个进过国家队的。是的，他当年在帕切科手下非常的犀利，他是进入了国家队对阵加纳和越南的比赛是有上场机会，但很可惜没有取得进球。有反击机会，在左边路把球交到中场，李博希想直接外围吊门了，这下打得有些操之过急啊。对年轻球员来讲，其实有机会多尝试也是好的。莱昂纳多直接插身后，从肋部的位置倚住对方的球员。啊，何月刚刚那一下有些没有站稳，还好是没有出现什么特别大的危机。还是把球摘出来了，国安队也不着急。姜文豪今天在中场更多的是一个传控的角色，但是如果让他去插身后打反击啊，可能就不是他的擅长所在了。刚刚传球的就是谢龙飞，进球的也是他。没错，谢龙飞上赛季预备队啊是有24次的出场，能够打进2球的。对，也是国安预备队的一个重要的轮换球员。我们看现在反倒是国安有2脚射门，而成都目前还没有完成射门。成都星城这边可能开场有点轻视国安队的这些小朋友了。确实是小朋友啊，只有18、9岁的年纪。没错，
成都星城的大名单平均年龄啊去到了将近27岁，而北京国安这边呢刚刚过18岁，不是一个年龄阶层的对抗。这球马宁认为没问题。中场国安这边的小将也是做出了积极的反抢，又是有反击的机会了。李博希，徐东东也上来了。国安队的这个传控打法，从一线队一直到青年队，包括 U19 U17，一直都是延续这一套打法。没错，其实这场比赛赛前啊，大家也是希望看看两支以传控为主打的球队啊，能够表现出怎样的竞技水平。两支都是传控，看看哪个队的传控啊更犀利一点。没错，成都星城这边主要是缺少了他们的传控的组织核心金塔纳，对他们影响确实是不小。而前哈马比锋将久尔七奇啊，本场比赛也是已经回家休息了，对于成都星城的攻击端来讲啊，影响也非常大。成都星城这边啊，有10名一线队的球员没有随队征战足协杯，像我们非常熟悉的外援久尔七奇以及金塔纳，还有在国内也算是名将啊，何阳啊、刘宇，还有曹天宝，当年在亚太都踢过的，跟着亚太是拿过中超冠军的，这些球员都是没有随队出征足协杯。给的理由呢是老队员需要休息，而且呢也有一些老伤需要去治疗一下。看看这次的边路传中球，没什么威胁，这下解围要干净。停球啊，脚下技术可能相对于成都这边经验丰富的球员来讲，可能还需要一些磨练。对，59号的何小强，这下禁区内的处理啊，稍微有些拖沓。成都星城队传控打的还是挺有心得的，连续进行传递，但目前还没有给国安队的球门造成什么太多的威胁。是少了几个人，看看进攻怎么来打起来啊！今天可能关键这个任务要放在国安旧将吴贵超身上了。像吴贵超啊，还有王小龙啊、莱昂纳多啊，这应该都是这场比赛为成都星城站出来的球员了。没错。在右边路，队长甘瑞。甘瑞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啊，被记者问到啊，你对这些国安队的小球员，对上他们你都能当他们叔叔了，你有没有压力呢？甘瑞也挺风趣的啊，说我也年轻过呀，我有什么压力。对于他来讲，不过你刚刚上场就失误了。没错。门左，这个斯坦利门左啊，他的职业生涯他是一个门将，在荷兰队打过2届世界级大赛的，但都是替补。看成都这脚传中球啊，有失水准。严世鹏啊，这脚传中没有能够把球处理好。对，今天他要面对的是50号的徐东东，这名球员也是值得大家关注的。徐东东曾经是进入到了国安的东城体校啊，11岁就来到东城体校，一直是出任球队的左边前卫，一直占据着主力位置。不过在2017年啊，他是曾经跟随中乙的俱乐部到巴西训练了一年，也让他的踢球风格有很多桑巴元素。来，先来看这次进攻，莱昂纳多典型的中锋踢法，这脚攻门，马昆月使了一招跪地坐莲，把球给解围出底线了。莱昂纳多本赛季的中甲联赛有一粒进球入账，不过和此前啊在新疆天山雪豹踢球的时候啊，进球效率还是有了一定下滑的。看这一下林中阳啊，这被摆脱的有些轻松了。看看这次角球，看看角球的处理，滑到后点的位置。王小龙，王小龙这脚下活是真的细啊！没错，面对两人的防守毫无惧色。何小强刚才有犯规动作，何小强这下已经是从左边后卫补到了右路。对，看看王小龙背后有拉踹，
王小龙这职业生涯也是挺坎坷的，从国安离开之后去到了富力，很遗憾啊，这个离开国安之后他的竞技水准也是开始出现了下滑的情况，这次要拼速度了，看看能不能趟过来，还真的追上了门将李石已经出来了，要有吊门的机会了，还好啊，及时的退了回去。对，李石也是上赛季中乙的金手套得主，不过这赛季由于张一诺的加盟啊，李石是坐在了替补席上，本赛季仅仅有一次的出场，对，这也是他这赛季第二次登场亮相。看看这次成都的进攻，还是在右边路做文章，想直接把球挑进禁区找莱昂纳多，这样的进攻套路啊实在是太简单了一点，刚才是直接拼速度姜文豪，然后这脚吊门呢没有能够把弧线拉起来，是的，弧线稍微有些低，没有能够越过李石，继续在后场进行传递，严世鹏打了一个二过一配合，但这球给的稍稍大了一点，背后这下动作啊有犯规啊，放倒了国安队的小朋友徐东东，这下背后的踢人啊，这下看看徐东东的伤情，看着慢镜头有点亮鞋底的动作，严世鹏没有太大的必要，对，严世鹏是从长春亚泰当年自由转会过来的，去年一月份的事儿，他今年也是33岁的年纪了，不过这徐东东才19岁啊，这是面对自己侄子一辈的球员了，没错，斯坦利参加过90年的世界杯和92年的欧洲杯，但他是司职门将的，都没有什么替补登场的机会啊，当时荷兰队的主力门将是范布伦，这一下要小心呐，李石，成都的后卫和门将啊配合上出现了不默契的这个问题啊，可能是好久没有在一起踢球了，对，毕竟这个赛季一直是张一诺来出任门将，我们再来看啊，这一下得小心点，刚才杀到最前面的白云飞，对，白云飞的身体对抗能力非常的出色，而且投球功底也不错，看看角球的机会，然后后点有攻门机会了，这下没有打上啊，今天成都星城的门将李石啊得好好的提升一下自己的注意力，要大声的喊起来，什么球要自己来接，什么球要队友解围，得跟队友有一个好的沟通，如果两边都不说话的话，很有可能会被国安队的前锋抓到空当，没错，已经两次了啊，被国安队的前锋找到机会，虽然经验不足啊，这帮年轻人的冲击力可还是在的，对，中场又是逼迫成都出现了失误，李博熙又犯规动作了，其实对于李博熙来说啊，在国安的预备队首发机会同样不多，上赛季大多是以替补出战，不过也是有20多次的出场，能够打进3个进球的。北京国安队这支预备队绝对不是什么软柿子，在这场比赛之前，他们曾经和苏州东吴是有过一场热身赛的，当时国安队是2-1拿下了对手。可以见得球队还是有着不错的实力的。今天国安队也是主动放低了姿态，没有强调一直去打自己训练中踢的传控，把控球权交给成都星城，而他们也看到了三中卫的这个主金标严世鹏和李石经常出现一些不默契的情况，他们就瞄准李石和中后卫的这个漏洞，几次的机会都是从这儿突破的，没错，严世鹏也是要利用好前场的这个速度和冲击力的优势，毕竟在成都后防线上的几名球员岁数都不小了，是马宁今年在中国当裁判也挺不容易的，没错，马宁也是中国首批的职业裁判，看看这次的攻门也
是没有能够打上力量侧身，是想凌空抽一脚，这球没有能够抽上，弹了一下地，也进了球碎。马文岳大脚直接开向前场。节奏先稳下来，向前给，还是找王小龙这一边，把球再掉进禁区。这一次的出击马克月很稳健，马克月的身高也去到了1.90米，没错，虽然只有19岁啊，但是这个出击能力和他的这个年龄是没什么太大关系的，主要要考虑他的纵跳能力。是的，身体素质非常出色的一名门将。对，这边进攻又是出现了一次失误，国安队想通过阵地战攻破成都队的大门难度确实是挺大的，但是如果抓反击的话还是能找到一些机会。可能这一脚突施冷箭，莱昂纳多就是打得有些正了，对，会被马奎约扣个正着，还是背身拿球。白云飞、姜文豪、谢龙飞几名球员是轮番的向前冲击，组成了一个进攻小集团。白云飞这名球员也是曾经留洋到捷克，代表布拉格斯拉维亚的 U21 队啊，有过出场比赛，在2018年，后来又是回到了国安。球在左边路，连续进行传递，还能把球摘出来。李博希这一下脚后跟一磕非常的巧妙，看看能不能和前场的队友联系上，左边有一个大空当。可惜啊，面对两人的加防啊，年轻小将看起来没有太好的处理方式。如果能一停一转身再一扣，把球分到左边去，那他可能就进一线队了。没错，那可能都能去五大联赛踢球了这个水平。国安队今天场上冲劲儿不错，球员的阵型退防还是挺积极挺快的。没错，阵型站的还是非常的扎实。成都星城想要攻破这个铁桶阵也得考虑一下，国安队的阵型现在是收缩自如。其实对于荷兰足球来讲，可能斯塔利门多也是给球队灌注了一些全攻全守的理念，现在处于一个全守的情况，如果今天踢全攻啊，肯定是攻不过成都队的。没错，成都队现在进行的在自己的本方半场进行传控，但是国安队这个逼抢策略啊也是挺明确的，只要你不过半场我就不抢你。是的，尤其在先进球以后啊，整个的阵型也会站得更为扎实一些，而且球员的思路也会相对比较统一，有资本去踢防守反击了。没错，今天场地确实有些湿滑，球员已经出现了几次摔倒的情况。没错，据当地的天气预报说啊，一会儿可能还有小雨出现，这个场地情况可能会更糟一点。刚才欣桐提到啊，成都星城的主帅，北京国安的主帅斯坦利门佐，他当时是球员时代是师从范加尔，他可不只会全攻全守克鲁伊夫那一套啊，他也是会踢防反的。没错，王小龙又是游移到了左边路，今天位置非常的活跃，把球传到后点，有头球机会，在后点还能攻门，这次的射门是高出了横梁，没能压住啊，错失了一次非常好的机会，来自于队长甘瑞的射门。甘瑞这个赛季是踢了14场的比赛，不过没有能够取得进球。曾经在重庆力帆有过效力经历的35岁的老将，从场上的经验来说啊，他肯定比国安球员要丰富不少了。是的，但冲劲儿上啊，今天国安球员可完全不逊于他。没错，毕竟有着10几岁的年龄差距啊。还在向前逼抢，头球的争顶，何小强把球直接开向前场，
这一下的处理非常的果断，这下把球断下来了，在前场回给中路队长陈彦普，但还是出现了失误，大范围的转移球，这下成都星城反击还是没打出来。徐东东是及时的回收啊，先把球一脚直接踢出了边线。今天徐东东右边路的这个防守啊，还真的挺牢靠的。虽然年纪不大，但是在右边路这一对一的防守啊，让成都星城在左边路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好的下底传中机会。没错，徐东东这名球员啊，速度非常快，突击能力也很强。像刚才说的是边前卫出身啊，所以上下能力非常强。他的偶像是巴西的球星马塞洛，他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过，更喜欢模仿马塞洛的一种踢球风格。徐东东把球再回给中路，右边路有个空档，看看他有没有信心下底传中，45度直接吊门了。这球啊，四传四射，他想的应该是把球吊进禁区传中的，但脚法没有掌握好，传的有些呲了，而裁判也是吹了禁区内国安郑鼎权的对守门员的冲撞。从现场的声音中也能听到国安远征军的战鼓声，我和他们的几个领军的人物啊也聊过，说他们是分两批前后到达江苏常州的，因为从北京直接去常州啊还没有飞机，只能先去江苏的无锡，再从那里呢坐大巴过去，分两批，一个一边坐高铁一边坐飞机过去，真是死忠的球迷。没错，国安的球迷啊，确实都是非常的铁杆。曾经在工体看过国安的比赛，在暴风雨中啊，国安的球迷也都会赤膊上阵为球队加油助威。是，那你看的应该不是2007年的那个风体雨夜吧？啊，那并不是。2007年当时，国安队是在风体0-1输给了长春亚泰，而长春亚泰，当年阵中的有一个球员叫曹天宝，现在正在成都星城效力的。是的。控球率上，35-65，在一些极端的情况已经是一个7-3开了。成都星城牢牢地掌握控球权，但目前还没有制造出什么太多的进攻机会。没错，国安队在打进一球以后啊，是扎进篱笆回收防守，也是没有给对手留下太多的机会。而今天成都星城缺少的两名外援，对于他们来讲确实至关重要的。对，就是基奇、金塔纳。如果这两个人在的话，他们的攻坚能力应该比现在强不少。看看这次前场的定位球，把球直接吊球禁区。一点是李京任的头球解围。外围的远射，有一个折线变向。上半场打了40分钟，目前北京国安是1-0领先成都星城。进球的是谢龙飞，开场仅仅7分钟就攻破了对手的大门。谢龙飞啊，也是出自于中国非常知名的青训俱乐部杭州绿城的。对。不过现在提起杭州绿城啊，球迷满眼都是泪。没错，他们在那个在那个超甲附加赛上啊，是和武汉卓尔大战了2场，杀得难解难分，最终是总比分2-3，没有机会晋级到了下赛季的中超了。没错，对于绿城来讲也非常的遗憾。而明天晚上绿城也将会对阵山东鲁能，看看这支球队啊能不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的表现。中场这边国安队谢龙飞把球先控制住，大脚向右路转，徐东东这边插上来了，向前的直塞球没有能够过掉严世鹏。成都队的反击啊也是没有组织好，国安前场逼抢非常凶，这一下趟过来了，这一下的犯规肯定是要吃牌的，马宁看看要怎么来处理，掏的是裤兜，直红牌啊，13号胡永发，
这对于成都星城的打击太大了，0-1落后还少打一人。不过确实啊，这下白云飞是已经获得了单刀面对门将的机会。我们看一下慢镜头，这下的拉拽直轰没什么问题啊。没错啊，这一下如果不拽的话，白云飞直接面对门将形成单刀，是一次非常好的破门得分机会。对，不过好在啊是在禁区外拉倒 的，如果是禁区内拉倒那就更划不来了。没错，就是一个红点套餐了。这下其实对于胡永帆来说啊，自己失位了，也是下意识的用手把对手的前锋抱住了，不过也是给自己惹来了一张红牌的代价。对于成都星城来说啊，落后又少打一人，看看后边卡洛斯会做怎么样的调整了。尤其是本场比赛是三中卫啊，看看会不会有阵型上的变化。屋漏偏逢连夜雨，又好似冷水浇头，怀里抱着冰。面对国安青年军，先丢一球，随后又罚下一人，这个成都星城啊，应该现在是挺困扰的。看看陈彦普的脚法会有发挥的余地了啊！他在上赛季的 U19 青超对阵河北华夏幸福，单场能够打进两粒直接定位球的，看看这一下，哎，让姜文豪来罚。今天姜文豪在中场调度挺出色的，看看这次前场这个定位球的位置挺有威胁的，直接攻门，还是稍稍高出了横梁。接下来啊，对于成都来讲会进入一个比较艰难的时间啊。对，刚才这一下还是队长陈彦普发炮了。门将李石，险些又是完成了抢断。现在11-10，国安队还领先一球，这是一个非常梦幻的上半场了。没错啊，上半场最后的十几分钟时间啊，成都队如果能够顶住，其实下半场还是有转圜的余地的。孙耀祥直接掉进禁区，还好这一下先解围了，但是禁区内解围不远，还是有攻门机会。转过来陈彦普这一下没有什么调整的空间了，也没有能够找到队友的位置啊！一脚仓促的打门，结束了这次进攻。其实我们知道，在去年的1月份啊，成都星城曾经跟国安预备队有过一次交手啊，当时成都星城是3-1击败了国安的预备队，而今天首发出场的马晓磊在那场比赛啊是上演了梅开二度的好戏。对，那场比赛马晓磊应该是打前锋位置，是的。今天马晓磊呢有点隐形了。没错，胡明天今天他被徐冬冬是冻结在左边路了。是的，今天徐冬冬的防守啊做得非常的不错，看看他的进攻的能力能不能发挥出来啊。今天刚刚那脚传球确实有点有失水准了。白云飞想直接塞身后要拼速度，李石出来了，这下传的也是有些大。对，严世鹏的犯规，李博希我们上面上看，白云飞是一个标准的，真的是一个标准的中锋踢法啊，前场的拿球出球更像是国安前场的一个支点的作用。没错，总是能够恰到好处的扛住对手的后卫，并把球分给队友。看来没有少看张玉宁的提醒啊，张玉宁这个中锋技术也不错。没错啊，张玉宁可以说是国内中锋位置上的佼佼者，现在也是同在一个队，相信可能也跟老大哥有过交流。张玉宁的问题呢，可能就是速度偏慢了一些，是的，脚下技术和背身能力以及投球能力都没得挑。以前国安队也有一个有速度、有身体、有技术的球员，后
后来去了德甲，他叫杨晨。那已经是上个时期的事情了。来看这一次的左边路的突破。徐东东不仅在右路一对一防守很可以啊，在中场这个拦截以及选位能力也挺不错的。换人了，19号唐淼要替补登场，换下王小龙，这应该是一个阵型上的改变。那42号小将罗鑫也是同时登场的，看看这边换下的球员，换下了11号胡明天。罗鑫是一名后卫球员，应该是边后卫啊，只有1.73米的身高，上赛季是有过11次出场，4次首发，也是四川本土的球员，曾经在比利时有过留洋的经历，当时他还回国的时候啊，据说广州恒大也曾经想要买进这名球员的。看看这次大范围的调动啊，直接把球调进禁区了。哇，这身体直接撞开了，身体真好啊！没错，哎，自己的强突后点，很可惜啊，这一下没有能够把球送进空门，稍稍慢了半拍。没错啊，这下如果再前插快一步啊，就是一个空门的机会了。今天王小龙面对旧主，很遗憾没有能够是直接完成对旧主的反戈一击，还因为队友的这个直轰离场啊，被迫调整下场。没错，今天才踢了30多分钟啊。对于这位老将来讲啊，能够再次面对旧主啊，也是不易的。王小龙也是一个北京人。对。大范围的转移球，转移到中场，队长陈彦博，右边徐东东也上来了，在右边，还是内部做文章。李博熙转身的传球，没有能够传进来，被后卫挡出了底线。国安的这套4-3-3体系啊，我们看徐东东是几乎占据了整个右边路，而原本在右边路的白云飞啊，有些向中间收，把空间也是让给了这名突进能力非常强的右边后卫。上半场比赛要打到将近40分钟了。主裁判马宁也要叮嘱一下李石还有姜文豪，前场右侧的角球队长陈彦甫来防，打一个战术，把球掉进禁区，没有过前边。一点是莱昂纳多的头球解围，禁区内带的太多了，这一下啊，还好啊，身体优势，不过还是失误了。对，刚才是直接把国安队禁逼的球员给扛开了。这一下看看裁判是吹了，应该是吹了犯规，镜头画面交代不是特别清晰。斯坦利在场边还是要对国安队的球员啊进行一个提点的，有犯规动作，一张黄牌。徐东东这一下铲球动作有些大，直接放倒了对方的外援莱昂纳多。再来看一下慢镜头，我亮着鞋底儿的滑铲，这下确实啊是一个危险动作，对，是一张黄牌也不冤。莱昂纳多作为场上的唯一一名外援啊，他今天在前场这个支点作用啊，坦白讲还不如国安队的前锋白云飞呢。没错，确实啊没有给到莱昂纳多太多发挥的空间。如果一直踢阵地战，让他去背身和国安队的几名小球员做肉搏，可能对于莱昂纳多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看两边各领了8次犯规，想直接打身后，想得太简单了。队这边是继续在后场来控球。今天国安队的主帅斯坦利啊挺狡猾的，他今天没有
玩他老师克鲁伊夫那一套啊，没有玩全攻全守这一套，玩起了成年队之后的教练范加尔的那一招防守反击。没错，可以看到这套战术其实还是挺奏效的，挺有用啊。没错，就是利用了国安队球员年轻敢打敢拼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斯坦利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也说啊，我们只希望能够100%的发挥出我们的水准，根本没有关注对手究竟要踢什么样的战术，我们只要表现出自己就好了。不过这个话啊，现在看起来应该是一个烟雾弹，因为此前他们在预备队练的都是传控，今天是打起了防反。没错，也是根据不同的对手不同的情况啊，来调整相应的战术。左中卫严世鹏都插上来了，但就是过不了徐东东把守的右路。我现在身背一张黄牌啊，对于徐东东来说也是要注意自己的动作。陈彦博对这个莱昂纳多啊，只要一拿球就是三人逼抢。没错，也是重点防守对象，我这边身体确实是有优势。马小磊今天要是他老在边路游弋的话，可能他的威胁就没那么大。没错，这下是球已经出了边线，先出界了。马小磊啊，其实是一名非常不错的前锋，在中乙联赛是大杀四方，上赛季打进了23球，加冕了中乙金靴。不过这赛季相对有些低迷，仅仅打进了2球，当年是在长春亚泰效力过的。这个跑动距离就看出来啊，确实不是一个年龄段的较量。没错啊，这个上半场才打了还没打完呢啊，上半场已经有5公里的这个全队跑动差了。这要是全场比赛下来多出个10公里，成都星城拿什么赢球啊？还是得多跑一跑，现在球队是少一人作战，更得积极的跑动了。徐东东，哇，真把球带出来了，脚下技术非常不错，在巴西锻炼了一年啊，也是让他的对于脚下技术的磨练啊更为重视了许多。韩云飞身体非常棒，白云飞身高去到了1.86米，啊，不仅是身高高，这身板也不错。徐东东把球再回到中场，石宇成还想找白云飞，这球啊确实有点难为白云飞了。是的，他身体再好也不能隔着一个球员把球控到啊。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已经接近尾声了，马上就要进入伤停补时。谢龙飞今天他是打入了上半场的唯一一粒进球。看这下李博希拿球再给出来，球还没有出界啊。上半场有1分钟的伤停补时，这次拼抢又是裁判鸣哨吹罚犯规。星城这边中场休息的时候啊，主教练卡洛斯格拉内罗得好好的吹吹风了，把吹风机打开，让队员们都把这个兴奋劲儿啊给调动起来。上半场踢得浑浑噩噩的，完全没有展现出老球员打小球员的这个优势来。现在禁区里又出现失误了，这一脚解围太混乱了。马宁认为没有问题啊，实际上刚才成都星城防守球员手上有拉拽动作。是的，莱昂纳多要靠速度把球够回来了。上半场的最后阶段，看看他能不能打入一粒进球。只要他一拿球啊，至少2人来围攻。是的，国安队今天肯定是专门对这个球员做出了严密的部署，中场抢的也是非常凶。补时的时间是已经到了，这时候马宁也是吹响了上场比赛的结束哨音。
在常州奥体中心作战的北京国安暂时是1-0领先成都星城。为北京国安队取得进球的是他们的前锋谢龙飞，谢龙飞开场7分钟，由于对方的队长甘瑞禁区内一次防守的失误，看人不看球，让谢龙飞有了一个禁区内攻门的机会。而白云飞，这也是今天北京国安队的一个重大发现，他的前场背身拿球技术非常的细腻。而小将马坤岳呢，更多的是面对对方高空球的一个处理，他的这个出击能力以及高空纵跳的能力表现得非常出色。现在中场休息，两支球队要赶紧把棉大衣羽绒服披上了。现在当地的气温下降到只有5摄氏度，还是非常冷的。是的，对于球员来说啊，做好保暖也是非常的关键的。中场这边看看卡洛斯·格拉里罗也是时候拿出福格森的那一套了，对，吹吹风让大家醒一醒。没错啊，看看上半场成都确实表现的不是很好，对，而且又被罚下一人。下半场虽然上半场是及时做出了两个人员上的调整，看看下半场能不能对场面有所改善。看看这个技术统计啊，北京国安队上半场结束的时候已经比成都星城足足多跑了8公里，这绝对是一个碾压式的跑动距离的优势了。俗话说拳怕少壮，成都星城现在少打一人，更要拿出视死如归的勇气来了。如果下半场继续这么浑浑噩噩踢啊，相信北京国安还有进球的机会。没错，球队必须要及时做出调整，看看中场教练会做出怎么样的布置。国安这边今天年轻的小伙子们确实表现得非常不错，我们也是来看一下上半场的一个高光时刻。斯坦利和卡洛斯两名57岁的主帅赛前也是撞壁致意。看看这次的进攻，就是这一下啊，白云飞扛开了对手队长甘瑞，让后点插上的谢龙飞有了一次打空门的机会，直接打入近角。李石呢，哎，这球确实也不怪他啊，这球他也没有太好的办法了，甘瑞想再回来也来不及了。对，禁区内对方几名中后卫楚金钊、胡永发和严世鹏都找不到踪影了。没错，这次是梁纳多的一次典型的中锋技术碾过去的，这也是上半场成都形成最好的一次机会了。对，不过马坤岳这下站位啊非常的关键，对，跪地坐连把球给拿下来了。是的，这又是白云飞典型的中锋踢法，一个人球分过是过掉了胡永发，胡永发只能去伸手拉人了。而这个球因为已经是最后一名防守球员啊，除门将之外最后一名防守球员了，也是直红离场。下半场就看莱昂纳多了啊，这几次个人能力啊还是有所展现的。对，刚才莱昂纳多已经是把球给摘出来了啊，就是最后攻门那一下吴贵超没有赶上。吴贵超看看自己的对手啊，都是此前的兄弟啊，实在下不了杀手。在足球场上啊，也是需要吴贵超拿出更好的竞技状态。今天吴贵超的表现确实相对有点隐形。1-0的比分也并不保险，中场休息过后，郑欣彤和岳琪继续为您带来北京国安与成都星城的下半场45分钟比赛，我们先休息一下，下半场再会。下边。好，尊敬的各位，欢迎您继续守候在优酷体育，观看由优酷体育为您带来的2020年中国足协杯第二轮的比赛较量。上半场这个1-0的比分，欣彤是不是没有想到？确实是没有想到啊！对于成都星城来说，今天确实状态啊不是很好，面对国安的青年军，有点被对手的这股气势压倒的意思啊。看看下半场成都星城能不能进行一下有效的调整啊，也是希望下半场、这支中甲老大哥啊能够有更好的表现。国安队这三板斧啊，铁桶阵、中场的逼抢，包括防守反击，其实就很简单的三招，但是成都星城一直没有找到破解的方法，被这三板斧啊有点给抡晕了。尤其是白云飞的那次
抹身过人，抹球过人，直接过掉了中后卫胡永发，让胡永发是直红离场。成都星城下半场被迫是少一人作战，十打十一。看看面对北京国安队的这支青年自卫军，下半场啊，成都队能不能提振士气，重振雄风？现在下半场国安队又是列阵完毕，准备出战。就对于国安队来说啊，他们的体能啊，其实上半场跑了那么长的距离啊，看看能不能坚持这套打法到比赛结束，对，这可能是一个隐患。随着主裁判马宁的一声哨响，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身着传统的绿色球衣、绿色短裤，从屏幕右侧向左侧进攻的就是北京国安，而成都星城这边一身红衣黑裤，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这下好危险呐、啊！又是李石。中以金手套啊，还是实力不足，这下出击非常果断，35岁的老将经验也是非常的丰富，不过这下撞得不轻，硬碰硬，这绝对是一个刀山球。再来看一看啊，这次的传球是直接一个变向回到了自己门将的位置，李石和白云飞的这一个碰撞，恐怕双方球员碰的都不轻。没错，我们再来这个角度看一下，哦，这一下是踢在了李石的小腿上，应该两个人的腿有一个直接的接触。白云飞应该问题不大，还能够坚持。今天白云飞啊，绝对是北京国安队预备队这边一个非常重大的发现，他这个背身能力不错哟。是的，今天啊，白云飞的发挥确实值得点赞。我们再看一下成都这边啊，能不能有一些新人站出来啊，来帮助球队挽回这个颓势啊。他们的替补席上还有包括像张敬阳这样的球员能够出场，还有小将的 U23 球员李尚林，看看他们下半场能不能获得出场机会，帮助球队来扭转败局。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啊，星城队的队长甘瑞也是说，我们也是有年轻球员的，像李尚林啊、孟俊杰啊，还有已经替补登场的罗鑫，我们也有一些年轻球员想在足协杯上试试手脚，但是现在少打一人，而且又落后一球，他们得赶紧抓紧时间热身了。想直接塞身后，从内部做文章。林中阳这一下的补防啊，非常的到位。徐东东刚才是和林中阳有一个换位，徐东东收到了中路。上半场国安队另外一个比较表现出色的就是徐东东了，尤其是他在防守端的几次站位逼抢都很不错。梁纳多背身拿球，四个人围住他，很干净啊，先把球解围出边线了。成都星城队这边上半场进攻比较出色的一名球员王小龙已经是被替换下场了，现在看看罗鑫呢替补登场能不能有一个进攻上的帮助，而且得看莱昂纳多啊下半场的发挥，今天他可能是成都队有机会进球最有机会进球的那个球员啊，上半场的几次最有威胁的进攻机会都是莱昂纳多来创造的。对，但现在成都队给莱昂纳多的帮助啊还明显不是太足，还得需要他们给莱昂纳多输送更多的炮弹，如果只让他一个人在禁区内一对四、一对五的话，想制造得分良机可实在太难了。而且如果连续背身去和对手扛身体的话，体能肯定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的。刚刚这下马小磊是被吹了越位啊，今天马小磊的发挥啊，下半场能不能及时调整好自己的状态？上半场确实有点隐身，也可能跟位置有关，更多的出现在了中场的位置上。上半场马小磊啊是踢一个六号位或者八号位的角色啊，还得顶在最前面靠谱一些。马小磊在门前的把握机会能力还是非常不错的啊，看看下半场，我们看到已经出现在了前场，又是一个对角，姜文豪。虽然名字是文豪啊，但这个下脚可不含糊。没错，一张黄牌，这下动作也是不小。那您多看一下。哦，这下抬脚太高了，直接放倒了对手，放倒了替补登场的罗鑫。罗鑫也很年轻啊，只有20岁的年纪，此前是送到比利时留洋过一段时间，在今年的3月份啊，由于疫情的原因是结束了在比利时的留洋，回到了成都队。两
个人也是一边大啊，都是20岁啊。这下的动作还是挺大的，脚已经抬到了腰部的位置。贺晓翔又是在中场，姜文豪直接打身后，这下裁判还是举旗了，越位在先，李博熙跑得稍稍早了一些。今天的两名助理裁判分别是王德新和苏小飞，今天的职场裁判是贺凯。看下半镜头，这下确实啊，李博熙探出了半个身位。连续的逼抢，双方各有一次越位。贺小强在内部做文章，这是国安预备队啊比较擅长的打法。把球掉进禁区，在中路没有人进行接应，把球传到两人之间了，莱昂纳多。莱昂纳多已经回撤到中场进行拿球了，在前场确实孤立无援，马小磊也没有办法把球拿下来。国安队就地反抢又有机会了，在右边路。看看这波反击质量如何，一对一，两个假动作，看看这次的传中球，哇，四传四射，在门前转了个圈，又来到了左路。因为何小强还有传中的机会，没有选择直接起。回到中路，石宇成把球转到右边，还是在右边路的传中，门前再转一个圈，又回到了左路。这两脚传中的质量是真的不高。这次何小强直接把球掉进禁区，在后点的位置。许东东不着急，先回敲一下。国安这边把成都新城市压在了自己的30米区域，连续的发起进攻。何小强，国安队下半场的防守战术啊和上半场有了一个改变，开始进行高位的压迫了。可能因为自己多打一人啊，再把自己的重兵全都囤积在后场啊，主教练斯坦利可能也有点脸上挂不住了。多打一人，多跑8公里，我们还在后面防守，那感觉这有点说不过去了。斯坦利也是在场边指挥着球员。先来看这一波进攻，李博熙又是白云飞的这个头球做球能力啊，真的强。说的攻防犯规，李博熙手上有动作。那么欣桐，你看这个成都星城啊，下半场好像进攻上还是没什么太大起色，你觉得他们在进攻上应该怎么样调整一下呢？嗯，主要是中场，感觉中场拿球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啊。马小磊虽然是来到了前场，但是能够给他的支援，给他和莱昂纳多的支援确实不多。看看中场张敬阳啊有没有机会来登场，张敬阳也是一名突击能力非常不错的前卫球员，看看他的登场会不会能够给球队带来一些帮助。对，今天踢的是352阵型，两名中场球员吴贵超还有冯卓毅，我们基本上没有提到他们的名字、啊、确实在场上相对来说有点隐身了。今天吴贵超啊确实没有发挥出自己应有的特点，也可能是身边少了金塔纳这样一个强力外援的原因。对，前在中甲联赛啊，前面有久尔基奇，有这个金塔纳，这两名球员往中场一站啊，就相当于张稀哲身边有了奥克斯托和比埃拉。没错，直接打身后，马小磊要拼速度了，这是马小磊的特点。来看这一下，场地有些湿滑，马小磊在右边路一对一还是没有能够过去。马小磊还是有一定的速度的。刚才莱昂纳多的这个回撤接球，随后他来送身后球，让马小磊去跑，这应该是成都星城下半场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变化了。罗欣右边路的边线球越位了，这下传回来的时候队长甘瑞没有注意这个罗欣的位置。是的，现在场上的局面来讲啊，成都星城还是要尽快来做一些调整。
目前的这样的中场的控球啊，确实很难帮他们创造出太好的进攻机会。上半场其实换下王小龙有些让人不太理解，对，前三十分钟王小龙的发挥是可以说仅次于莱昂纳多的，是可以用突破和速度创造出挺多的进攻机会的，这本身就是王小龙当年的风格。对，莱昂纳多这一下又是越位回拿了。下半场打了十分钟，现在成都星城队在进攻上已经做出了一些调整，就是莱昂纳多呢作为一个传球手，让马小磊去插身后。马小磊的速度优势其实是成都星城可以利用的，上半场就是他的位置太靠后了，得不到这样的机会。对，下半场看看这样的战术变化能不能给成都星城带来一个进球。国安队呢这边下半场也开始把自己的阵线前提了，依靠着高跑动和积极性的这样防守啊，他可能是撑不了九十分钟的，所以斯坦利也选择把自己的阵线前提一些，想看看是不是能不能再在成都星城的这个后防线上啊找到什么漏洞。但是如果把阵线前提的话，林中阳、李京润两名中后卫面对这样的莱昂纳多和马小磊的这个攻击线啊，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了。下半场就看这两名球员啊能不能抓住这样的机会了。确实国安的阵线如果过于上提的话，体能一旦出现劣势，那样回追的时候就会出现状况，对，有可能让两名冲击力很强的前锋啊抓到机会。对，冯卓一这一下他的输送还是没有和莱昂纳多联系上。哇，林球员是真敢拼呐、啊，这一下是头痛头了。作为年轻球员，我们知道他们的这个体能是优势，有时候呢是双刃剑，也会伤到自己。他们可能对这个体能的分配啊没有太多的这个经验，可能上半场跑得非常的过瘾，把对方阵型也给跑散了。但是呢，下半场很有可能七十分钟之后啊，这个体能就有点跟不上，这时候成都星城可能机会就来了。对，我们看刚刚施玉成这一下的。直接是抱住莱昂纳多，是真的扛不住啊！成都星城绝佳的机会啊，看看这次禁区前位置非常好的定位球，对，有直接打门的可能。已经有三名球员染黄了，姜文豪、史玉成、徐东东，三名球员都已经吃到了黄牌。其实都是中后场的球员，对于国安来说也是一个危机。马昆月站在门前，也是指挥着人墙。这球。成都队有攻门机会啊，看看是不是要直接发炮。这个人墙最萌身高差呀，看看谁来打。冯卓一站在球前，冯卓一的比赛经验是非常丰富，脚法也很不错，在尤其是在河南经验效力是非常好的。把球吊到后点，这一下没有直接打门，外围还有机会，连续两脚的攻门都没有命中方向。这下其实有点可惜了，直接大脚向前开，这球没有越位，前场三打二。看看裁判怎么吹，没有犯规，裁判认为没问题啊。这球马宁说近在咫尺，没问题。对，这球是一个合理的身体对抗啊。李国熙这一下也是没有能够顶住对手。对，今天的比赛是没有 VR 的视频裁判的。足协杯八分之一决赛这个阶段啊，就是十六强的阶段，现在还没有 VR 的介入，要到四分之一决赛之后，也就是下一轮，两支球队，谁能够晋级下一轮，谁就能够享受 VR 的这个待遇了。潘岩是朋友，这一下也是提前卡住了身位啊。对，这就是经验啊。对，经验非常丰富。如果纯拼速度的话啊，可能李国熙就过去了，所以用身位卡那么一下，这也就是经验的作用。是的，这也是老队员应该有的一个表现。毕竟严世鹏已经33岁了啊，而李国熙呢才20岁。是的，严世鹏也是有着中超的征战经验啊，在长春亚泰的表现也还不错，曾经在中乙的陕西长安竞技也踢过。没错，
中超、中甲、中乙三个级别都效力过了。谢龙飞啊，今天他是打进了目前的唯一的进球，就是这一卡，前插的恰到好处。今天比赛，北京国安和成都星城的胜者呢，就将对阵的是武汉卓尔。今天武汉卓尔是在早些时候2-0战胜了泰州远大。武汉卓尔取得进球的是姚汉林，随后在补时呢又造成了泰州远大球员王大龙的一个乌龙球。这一下的过人非常漂亮，也是迫使国安球员。中场犯规又是徐东东，还是得注意自己的动作，身上有一张黄牌了。对，定位球是成都的机会啊，但是这一脚的质量确实不太高。比赛已经来到60分钟了，目前北京国安是1-0领先成都星城。为北京国安取得进球的是他们的前锋谢龙飞。这一下的传球传得很不错啊，只可惜停球没有停好，小将罗鑫。本赛季也是成都星城第二次出战足协杯，上赛季是打入到了第二轮啊，首轮是6-0的一个大胜，但到第二轮呢是点球大战6-7输给了南京沙业河海。这次的传中球是没能过来，外围一脚远射，直接高出了横梁。远射也是可以多尝试的，目前国安是防守站位非常的稳啊，外围的突袭冷静也是有可能创造机会的。实际上四川足球啊，在中国足球的版图上一直有他们一席之地的，只不过近些年啊，可能在顶级联赛上我们看不到他们了。哇，这下的滑倒，场地确实有点湿滑，身体的重心也没有掌握好。四川的足球啊，现在还有两支球队是在中甲踢球的，一个就是今年冲超最后功亏一篑的成都星城，还有就是四川优必选，两支球队在中甲踢。四川优必选啊，也是一开始发挥不是特别好，不过在李毅的调教下是慢慢的找到了一些进攻的感觉，对，缓过劲儿来了，刚开始连续的不胜啊，李毅压力也挺大的。确实，在右边路徐东东上来了，还是把球交给陈彦博，把球传到禁区里面，这次的头球机会有威胁啊，又是白云飞啊，不是啊，这下不是，这是姜文豪，如果换了白云飞可能就顶进去了。刚才在边路的传中球，李博熙的传中，不过这一下一个愉悦的冲顶确实没有能够把握好的角度。你看射门上成都是已经反超国安了，对，有七次的打门，三角射正啊，也比国安多。看看什么时候才能创造一个进球。是，史玉成把球转到右边，陈彦甫、许东东。下半场的国安队和上半场的国安队踢的是完全两种风格的足球。上半场，主教练斯坦利啊玩范加尔那一套，下半场呢换成了克鲁伊夫这一套。那是在两种风格下的切换。这下成都又是造成了国安的犯规，可能斯坦利心中暗想啊，我也想全都传控啊，但是上半场真踢不过呀。没错，比赛还有30分钟的时间啊，其实对于成都星城来说还是有很多的机会的。我们看下半场，成都的进攻还是有所起色的，尤其是在调整了马小磊的位置以后。小磊的突前跑动创造出了一些机会，而莱昂纳多依旧是上半场的作用，身体和突击能力都非常的出色，明显是占据着优势的。现在就看如何能把这个优势啊转化成胜势。两名中后卫李京润和林中阳下半场确实要接受一些考验了。
这个莱昂纳多身体确实好，以一敌三其实问题也不大，对，扑球能力非常强，一看就比国安的中卫要宽一圈，对，壮不少啊，是的。所以国安队主帅斯坦利的应对方法呢，就是我们尽可能的把皮球控在脚下，尽可能的不让这个莱昂纳多啊去向前冲击。马小磊这次的回做球还是丢了，柯小强，哇，这下国安的球员倒在场地上，谢龙飞他似乎是出现了点状况啊，捂着自己脚踝的位置，看看有没有慢镜头。刚刚我看评论区是提到这个斯坦利门佐啊，斯坦利门佐是昔日荷兰国家队的门将，对，并且进入过荷兰国家队的教练组，是师从克鲁伊夫和范加尔的，有过丰富的执教经历。斯坦利门佐呢，他当时是进入到荷兰国家队的教练组，当一个门将教练的位置啊。2004年欧洲杯之前，他是加入到了荷兰的国家队里面，然后半决赛呢是2004年欧洲杯半决赛，荷兰是输给了葡萄牙。随后呢，2006年的世界杯，他依然在教练组里面，然后又是八分之一决赛，又输给了葡萄牙。所以呢，斯坦利可能对葡萄牙比较有感情。在球员时代呢，他也是国家队的常客，那更多的是范布鲁克伦的替补，打过两届大赛，90年的世界杯，还有92年的欧洲杯，都没有出场。换的这次角球机会，一点又是顶到了、再传进来头球，先大脚开出去啊！这一下的解围非常的果断。莱昂纳多球才停到禁区里，这下冲的是真快，又有犯规动作了。斯坦利门佐，刚才我们也提到啊，他是克胜的门徒，与他同时期的队友啊，现在混的属他差一点，属他差一点啊，像弗兰克德波尔，还有罗纳德科曼，都是在欧洲的豪门执教。而斯坦利呢，是在2019年的1月份来到了国安的预备队。哎，这下国安队的后场出现了传球失误。看莱昂纳多的机会，又是两个人围着他。漂亮的传球，再敲回来，突到禁区里的有机会啊，有点可惜了。对，刚才国安队的门将已经失位了啊，马昆月刚才已经身体倒向了另一边，没有办法完成扑救了。只可惜这下没有捅正。看禁区内，成都新城是有球员倒地。这边是抽筋了，因为当地的气温确实比较低，现在也就是50摄氏度左右。那吴贵超刚才这下也是踢空了。吴贵超的射门啊，险些是攻破了老东家的大门。对，这下非常的可惜。下半场感觉吴贵超的状态也有所回升，国安队要做出人员调整了。48号白云飞是要被调整下场了，他上半场和对手的几名中后卫进行纠缠，他这个体能应该是下降的比较厉害，换上了替补前锋高健。47号高健是 U17 的球员啊，上赛季是代表 U17 能够打进5球，是队内的最佳射手和核心球员。现在这个是以小打大，高健是现在18岁啊，身高去到了1米80，但是他的体重呢要比李博希啊轻了10来斤，毕竟还年轻啊，身体对抗肯定要吃些亏。对，成都新城最近的10分钟也是获得了不少的机会，我们看看接下来的20分钟的比赛啊，他们能不能把这些机会转化为进球。按照正常的足球比赛节奏呢，到了70分钟可能体能上就出现了一些跟不上的情况。而北京国安队这边呢，由于上半场过多的这个大范围的跑动，积极的逼抢，因为上半场我们看技术统计啊，国安队的跑动距离足足比成都队是多出了8公里，这又很有可能造成国安队下半场体能出现这个接不上劲儿的情况。
尤其是70分钟之后，成都队看看能不能抓住机会，打入一粒进球。最后20分钟啊，对于成都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阶段，也是体现老将的经验啊。对，像甘瑞啊，还有这个严世鹏、楚金钊啊，都挺有经验的，都是有过中超的征战经历。前场的机会，把球转到右边，徐东东又上来了。阵型压的还是挺靠上的，看前面马肖磊停在前面，随时伺机来反击。何小强想直接打打身后，李国基被对手卡住了，位置没有能够钻过去。这也是老队员经验的体现。今天李国基在跟成都星城后卫的对抗上，其实还是吃了不少经验的亏的。对。有几次啊，都是被对手直接用身体扛住或者撞开。对，像严世鹏啊，还有这个楚金钊啊，可能速度上并没有像谢龙飞、李国熙那么快，但实际上呢，他们用身位还有经验的优势卡住对手，这就完成了一个防线上的调整。这时候又要做换人调整了，20号王翰林准备替补登场。看王翰林啊，今天替补登场是出现在什么位置上，换下了25号的吴伟超，两名昔日在国安有过效力的球员也是依次被换下场，应该是顶替吴伟超来出现在中场的位置上。对，看一下站位。由于这场比赛啊，实际上是有 U23 政策在的，吴伟超是此前首发的唯一一名 U23 球员，但是替补登场的罗鑫呢，年纪更小，只有20岁，所以现在成都星城呢也是满足了这个 U23 的换人调整，没问题。冠队又有进攻的机会，再向边路分是出现了失误。冠队的这个体能也逐渐出现下滑情况，一些球员的到位率啊明显下降。没错，毕竟跑了70多分钟的时间了啊，即便是年轻小将，体能也会存在一定的问题，也会有极限的状况。国安现在也是需要来做一些人员调整啊，来让场上的跑动这样的局面来维持住。底下其实还是有很多不错的年轻球员的。包括17岁的小将马玉军啊，看看今天能不能有出场的机会。他也是在 U17的梯队有着不错的表现。李国熙又是背身拿球，这一下前场的断球。现在国安队三条线有点脱节了，在中场很难拿住球权。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在70分钟过后是成都星城队的机会。这应该是成都星城的进攻号角吹响的时候了。禁区内有3个点，莱昂纳多关键的一脚解围。甘瑞先是把球扣回来，在右边传中，角球对于成都星城来讲是非常好的机会。这一次角球能不能把握住？莱昂纳多肯定是国安队禁区内重点盯防的球员了。右侧的角球把球罚到前点，球还没有出界、还是吹了，球给了越位。现在要看看北京国安的这批小伙子啊，青年禁卫军能不能在最后这10几分钟顶住。此前上港和恒大啊，两支中超的豪门，他们预备队出战结果不太有利啊。上港是0-4输给了亚太，恒大呢是0-3输给了昆山 FC。 如果国安今天能够取胜的话，将会是三强中唯一一个以预备队征战最终晋级的球队了。这一次进攻，把
球转到右边，直接掉进禁区，想头球攻门啊，谢龙飞对皮球的对皮球落天这个高度啊没有预判好。莱昂纳多这下又体现出了身体的优势，对，艾瑞直接打身后，马乔磊绕过去了，又是一对一背身的拿球，这次传中球还是没有能够找到队友，要了个角球。国安的球员这边贴的比较紧啊，没有给马小磊太多的传中起脚的调整机会。不过角球对于成都行程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后门得分的良机，刚刚那次角球没有处理好，看看这次啊能不能有更好的表现。前场右侧的角球，传到了后点，禁区内这下是吹了攻方球员的犯规，有一个压人的动作。今天也是国安一线队球员刘国博的生日啊，刘国博也是从去年刚刚提拔到国安一队的，其实和这些球员应该都挺相熟的。现在国安队的小球员也逐渐出现了体能透支的情况，刚才史玉成啊是倒在球场上出现了抽筋儿。看刚刚这一波进攻啊，这应该是上半场的一次打门。哇，这一下莱昂纳多身体是真棒，就是上半场的那次个人的突破啊，这下非常可惜，是成都队非常好的一次机会啊，只可惜乌贵超是没有能够包抄到位。还有机会，李博西把球转到右边，许东东过掉了一个，回到禁区之前，李博西把球再次传进禁区，一点是被成都星城队的后卫顶出来，陈彦普左边路也有套上，谢龙飞左边路的何小强把球再传进禁区，弧顶处有攻门机会啊，这一下应该是有变线，又是队长陈彦普的攻门，这一下的打门啊稍稍擦着横梁出擦着立柱出去的，再来看一看，是打在了后卫的身上，有一个变线，对，这一下好像还蹭到了门柱啊，是的，打在了立柱的外侧，还好这球没进，这球要是进了可能真就杀死比赛悬念了，是的。国安队要进行人员调整了，姜文豪要被调整下场，确实体能透支了，出现了抽筋的情况。49号陈怀远要登场了，先来看这次角球，禁区外围跟上的有些慢，对，还是在前场把球控制下来，真能倒出来啊，又是在内部在禁区之前把球再往左边转，这下其实有些谢龙飞直接攻门，这脚大门突施冷箭一下啊，但球速稍稍慢了一点啊，是的，要是能再兜一点弧线加一点球速可能威胁会更大，这球对李石也是没有造成太大的威胁，还是向前场直接找莱昂纳多和马小磊两个点，先把球控制下来，这一下传得有些操之过急了，不过球还在控制当中，接近80分钟了，两队的阵型上都有些脱节。现在看罗鑫这次机会，这下罗鑫倒在禁区里面，看看马宁怎么吹。这下肯定是有犯规了。
又是一个黄牌动作，果然马宁是出了一张黄牌给到了李兴瑞。国安队已经四名球员染黄了，再来看一看啊，确实绊倒了，对，而且是在把球趟出去以后的一次战术犯规，对，这下黄牌一点都不冤，因为李兴瑞已经失位了啊，被罗新这一扣已经把位置给扣丢了，如果这球过去就是一次单刀的机会，对，有可能直接面对门将马克月，布置一下队友的防守，看一下这次的定位球，又是一次非常不错的位置，虽然没法直接打门吧，对，这个位置如果偷袭近角的话难度大了一点，彭卓毅站在球前，他要来把关前场内部的这个定位球机会，可以注意一下莱昂纳多的位置啊，刚刚是先后有一个移动，想找马小磊，这一下一点是国安球员顶出来，再往禁区内打，哇，有威胁呀、啊！身体的延展性真不错。这下及时出击是先把球控制下来了。是。今天像马昆月呀，还有谢龙飞、白云飞这几名球员，包括像徐东东啊，应该会被热内西奥注意到的。徐东东。球还在场内，其实对于国安一线队来讲啊，边后卫的人员还是挺缺乏的，对，现在只能靠着一旦李磊受伤就只能靠着金泰妍来填补空缺，而江涛也是长时间处于伤病，最近才伤愈复出，是最后一个换人调整，孟俊杰要替补登场了，换下了32号马小磊，小将上来能不能产生一些奇效，马小磊啊，今天下半场的机会确实要更多一些，对，回到了自己熟悉的锋线的位置上，也是展现出了自己速度的优势，看看孟俊杰的登场，这名小将这赛季的出场机会非常少，又是一次角球，现在下半场的右边路的几次突击啊，还是制造了一些威胁，也制造了很多次的角球机会，是，但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啊，留给成都队去实施进攻的时间可能越来越少了，现在应该发起总攻了，最后10分钟多一点的时间，把球开进禁区，这下有机会，马昆月啊，昆月这个反应速度是真快，是下地速度也不慢，看看慢镜头，裁判可能是吹了进攻方的犯规，在小禁区内和门将身体有一个接触，来看这一次的机会，林中阳啊，这脚太关键了，对，他实际上已经失位了啊，已经要被对手抹过去了，只能是先出一脚把球踢出底线了，继续来开角球，下半场成都的角球机会非常多，主教练卡洛斯格拉内罗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变阵的招数啊，这次的头球机会又是马昆月，因为今天对于这几次高空球的判断落点和最后的这种接球的动作啊，选择的都非常的合理，对，国安队的门将一般首秀的时候都比较惊艳啊，我们还印象比较深刻，当时施密特是启用了123的门将郭全博，当时郭全博首秀春芽泰，对，非常惊艳啊，有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球，就是对方的单刀球，郭全博没有侧身扑救，而是直接冲向对方的球员，在禁区线上啊把球给摁下来了，当时也是让很多国安球迷惊出了一身冷汗，现在国安队有没有推反击的机会，
想要个人的强突没有能够过去。对，刚刚替补登场的高健，他体能应该是比较充沛的，还是往前找莱昂纳多，想利用个人能力生吃，这下没有能够带过来，头球回点给门将。随着时间的流逝，留给成都队的时间不多了。如果成都队在这四五分钟内还不能有什么进攻上的起色的话，可能国安队这批小伙子啊，这支青年军就要拿下他们一线队的首场胜利了。成都队继续占据着场上绝对的控球优势，罗欣继续撞墙式的配合，把球转到左边。这个时候时间其实已经不多了，可以尝试来往禁区内起球找莱昂纳多这个高点。对，一个大脚往前甩，后点看看这一下能不能追上，应该还是先出了底线。是，一看国安球员捂着自己的脚啊，可能就是要出现抽筋的情况。果然又出现了一个抽筋的球员。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能够坚持到现在的双脚抽筋啊，确实是撑不住了。队长陈彦普，对，作为一名中场球员，他的跑动范围非常的大，跑动能力也非常的强。今天国安中场主要要靠陈彦普和这个姜文豪做出调度性的处理了。姜文豪已经被换下去了，陈彦普看来也是没办法坚持。在中场还有像邵天发还有马玉军这些球员可以提供跳前，看看17岁的小将马玉军啊能不能获得出场的机会。技术非常细腻的中场球员，可以出任前腰、边锋等多个位置啊，也是一名前场的多面手。刚才看斯坦利啊，把后卫穆加欣给叫回去了。如果是换上穆加欣的话，可能就是要改打一个五后卫了，要把这个最后的胜果保持住。我们来看这次的机会，危险呐！马奎月的出击，这一下看看马宁怎么吹？没有吹犯规，马宁认为没有问题。这个球实际上是有犯规嫌疑的，是的。马奎月这一扑啊，我们要从另一个角度看看他到底有没有碰到皮球，有没有带到对手。这一下的镜头画面给的确实不是太清晰，看看有没有慢镜头的回放。现在进攻还在继续，这场比赛是没有 VR 的视频裁判介入的，这场比赛没有 VR， 所以要以主裁判的判罚为准。我们看看会不会给一些慢镜头，看看换一个角度啊，这一下没有能够解围出禁区，这一下啊，从这个角度看没有碰到球、哦、没有碰到球啊。马坤月这一下应该是没有碰到球，是的，已经是成都的球员先出一脚把球摊开了，而这下马坤月是直接在禁区内扑倒了兴城的球员，确实没有碰到皮球，但是马宁认为这球没犯规，而且这个时候是没有 VR 的视频介入的。是的，这对于成都这个在赛后可能也会引起不小的争议啊。这下是从这个角度看其实是可以吹点球的，没错，这应该是一个点球的动作。而且马坤月呀，这球应该是吃伤牌的，没错。55号马玉军要替补登场，果然刚刚我们提到的17岁小将啊获得了出场的机会，换下了陈彦普。对，陈彦普队长下场，要和球迷互动一下。现在现场球迷的欢呼声、助威声非常嘹亮。马玉军应该也是今天这个场上年纪最小的球员了。看赛后啊，马宁有可能又会成为球迷们讨论的焦点了。确实，没有 VR 对于主裁判来讲也是少了一次能够纠正可能出现的失误的机会，都是吹罚了犯规。对于这个赛季很多本土裁判的判罚，很多球迷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啊。
要理性看待吧，因为这场比赛确实没有 VR 的视频助理去介入。把球又转到右边，看看有没有机会，前场是一个四打三的机会，在前面把球再转到右边，后回来看看有没有机会禁区内，这球做得不错啊，看看这一次有拉人动作了，这球再不出黄牌应该说不过去了。是的，这一下队长甘瑞非常大，说就算我是你叔叔你也不能这么拉着我呀，懂不懂尊重老人家呀。两边的球员也是发生了一些口角，徐东东的拉拽，这下是吹了谁的犯规啊？应该是后边这一次。对，如果吹徐东东的话，徐东东就是两黄变一红了。对对对。陈怀远替补登场的小将，看成都星城还有机会，被两名球员卡住了，没有能够把球得到。下半场有三分钟的补时时间，哇，成都队动作也上来了啊，进攻有力，台湾还是吹回来了。刚刚的那下犯规可能也是点燃了一些双方球员的火气。对，毕竟国安队也是去年中超的最佳青训俱乐部。比赛是已经来到了伤停补时，三分钟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分钟，留给成都的时间真的不多了。国安队这批小将啊，秤砣虽小千斤重，尖椒再小它辣人心呐、啊。所以成都队看看能不能在最后的伤停补时时间先稳住防线啊，杀进来一个这次的攻门，打在立柱上啊。这球门线识别系统应该认为没有进球，这球应该是没有滚进球网的，没有整体过掉门线。现在成都队有反击机会了，中场又是放倒了成都的球员。我们再看刚刚这一次进攻，按理说成都队的解围应该没有问题啊，但是把球停到自己身后去了。这一下王汉林呢、啊、王汉林的表现啊，李博熙的这脚攻门很遗憾啊，错失了打进自己国安生涯一线队首球的机会。看成都这边莱昂纳多顶进来一点林中阳的头球解围，最后时刻还是得玩简单直接的这一套啊，四十五度炸。是的，上定补时的最后一分钟，角球可能是成都形成为数不多的机会了，看看这次角球怎么来处理。甘瑞队长把球传进禁区，李京润的头球破坏。这个时候国安队全线压上反击，前场有一个打空门的机会了。哎，这一下看看裁判怎么吹，裁判哨响了，又是一张红牌啊，在禁区内拉倒了国安队反击的55号马玉军，17岁的小将啊。国安这一批年轻人啊，真的是到最后依旧是冲劲十足。我们来看一下慢动作的回放，其实这张红牌也是可给可不给了，比赛已经来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禁区内的拉拽啊，看这下犯规的位置，背后这下铲球其实已经是犯规了。对，罗鑫放倒了谢龙飞，看看马宁怎么界定、啊、看看这下犯规的位置，对，是在禁区内还是禁区外，看看马宁怎么吹。但是红牌已经是无法避免了，楚金钊是被红牌罚下。现在成都星城在比赛的最后阶段是九人应战，应该没给点球。这下犯规的地点应该还是在禁区外，对，延续到禁区内的，应该是在犯规最开始的地点来执行判罚。我很好奇这场比赛官队的跑动距离啊，这球是有一个变向。这时候主裁判马宁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青年禁卫军北京国安最终是在江苏常州的奥体中心1-0击败了他们的中甲老大哥成都星城。这个比分恐怕大部分的国安死忠球迷都没有想到，没有想到这批18、9岁的孩子竟然是在
竟然是在江苏常州创造了奇迹。没错，今天国安的这批年轻人啊，发挥确实是非常的出色，展现出了蓬勃的朝气啊。对，当然我们也是需要把掌声送给成都，毕竟今天开场不久就少打一人作战啊，能够在这批老将能够坚持到最后的比赛结束，面对这帮小伙子的冲击，能够顶到这个程度啊，也是非常的不容易了。对，毕竟很多人其实在今年联赛的出场机会并不多，国安的球员纷纷跑向御林军、远征军的队伍，看看他们要向球迷做一个怎样的致意。这是胜利的眼泪，赢球的铁锤，最最高级的奥利给。国安队的球员跑向远征的球迷，与现场的球迷一起感受胜利的喜悦。御林国安，君临天下。你看啊，跟往常一样，又是将球队助威的大旗啊交给了球员。对于成都星城来说，他们需要总结的东西还很多，尤其是在中甲的最后一场比赛，他们是0-3惨败到了长春亚泰的脚下，错失了中超升超的最后一丝希望。而在足协杯的比赛中啊，他们实际上并不是不重视足协杯的比赛，他们提前了12天就已经完成了集结，随后呢又是长途奔袭到了江苏常州与国安队进行一场较量，并不是不努力，而是确实啊一些老队员还有外援的离去啊，以及他们的缺阵，让成都星城队有了一个比较大实力上的滑坡。而北京国安队他们今天有理由高兴，有理由开心，而明天也很快就要到了，他们下一轮的对手将是中超的球队武汉卓尔。这场比赛啊，很可能又是两支，可能是一场全华班之间的对抗啊。今天下午武汉卓尔也是靠着全华班2-0击败了有着外援的泰州远大啊，也是发挥出了不错的水平。我们看跑动范围啊，其实双方是差不多的，覆盖整场的面积。对，跑动范围差不多，但是跑动距离可差多了。对，差了可能得超过10公里啊。对，今天成都队缺少了金塔纳和久尔七喜以后，确实啊他们进攻端发挥的非常的糟糕，不是说不努力，像马小磊、莱昂纳多已经都非常尽力了，但是明显中场的控制力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滑坡，没有能够打出主教练卡洛斯格拉内罗所希望看到的那种漂亮的华丽的传控足球。对，也是这场比赛最终输给了国安青年军啊，也是对于成都来说是比较遗憾的事情。对，北京国安队的这个临时教练啊，斯坦利门总还挺有一套的啊。上半场玩起了范加尔的防守反击，下半场看到对手的阵型改变，莱昂纳多回撤，把马小磊顶在最前面，又玩起了传控，让莱昂纳多和马小磊啊始终对不上点儿，没有办法冲击国安队两名中后卫的防线。现在国安队要考虑下一场比赛的这个对手了，武汉卓尔。下半场刚刚登场的这个马玉军呢，很可惜最终是错失了一次单刀球的机会，但是也造成了楚金钊的红牌。听一听赛后的采访，谢龙飞今天的进球功臣，对，最佳球员，获得了一桶原浆白啤。接下来我们要听一听赛后的采访，看看啊，今天进球的谢龙飞打入了国安一线队的首球。能简单点评一下球队今天的表现？感觉今天球队吧，打出了自己该打的东西，完成了上周之前集训一块就是磨练的东西，都打出来了，我觉得。那你今天打入了本场唯一的一个进球，你对自己的表现满意吗？能不能简单的稍微评价一下？我对我自己的表现，我感觉
就也一般吧，主要也就打进了一个球，然后其他也没有什么发挥的，也就多跑跑吧，帮助球队嘛。现在球队是成功晋级下一轮了，那你觉得球队后面的目标是什么？那肯定是想再晋级下一轮，但是我们会全力做好自己的，完成每场比赛。好，谢谢。小伙子还挺谦虚的啊，没错，他还是觉得自己的表现有更多向上提升的机会。现在国安队已经晋级到了足协杯的八强当中，他们的对手将是武汉卓尔，追平了国安去年对鲁能的这个战绩啊。国安队去年是在足协杯八强战中是1-2加时输给了山东鲁能，现在国安队这批小伙子已经完成了去年的这个目标，看看他能不能再次以下课上，能不能和武汉卓尔队再踢出更精彩的表现。这也是期待着这批年轻的球员的表现，而今天他们的对手成都新城也是希望对于四川足球来讲啊，成都新城是已经打出了非常不错的表现了，给这个赛季的成都新城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是，我们也是希望成都新城能够卷土重来啊，能够重新回到中超的阵营当中。来看梁纳多的采访。Sentimiento de hoy de nuestro partido de nuestro jugador, nuestro team. Los cuerpos técnicos tenemos hablado antes de partido que hoy tenía este más concentración. Esto es fútbol. Entraron más concentrado, con más ganas.也等于跟阿杜拍的，还是说，我们教练组呢，在比赛前就给我们灌输了一种思想，就是说大家不要掉以轻心，不要轻敌，一定要重视对手，因为对手拼我们是一群年轻球员，肯定会不惜力的全场的去奔跑去拼抢，然后还是我们这边自己没能做好吧，也是挺遗憾的，但是确实这就是足球。那今天我们没能战胜这个年轻的对手，他觉得主要的问题出在哪了呢？¿Cuál es el problema?Que no hemos podido derrotar a un equipo joven. Este es fútbol. Entraron con más ganas, queriendo más la victoria. Este es fútbol. Fueron mejores, superiores que nosotros. Y tienes la clasificación, promoción. 还是说足球一切都有可能吧，而且最主要的是他们的求胜欲是确实比我们要强的，所以这是我们也很遗憾，但确实事实是这样的。莱昂纳多赛后的采访看得出来也挺郁闷的啊，觉得主教练也强调了不要轻敌，但开场他们还是出现了一些轻敌的情况，尤其是老队员甘瑞的那次防守啊。来看一看全场比赛的高光集锦。这场比赛国安队是凭借着谢龙飞的进球1-0战胜了成都新城，两位57岁老帅的较量。开场之后，这一次的传中球啊，就是这一下。对，谢龙飞的后点完全无人盯防，三名中卫呢都没有出现在自己的位置上，反倒是右边一位甘瑞补到了禁区里面，但是他只顾着去盯这个中锋白云飞了，没有注意后点还有一个谢龙飞插到了禁区里面。这一次的防守确实是需要赛后去研究的。看看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对于成都新城来说有这样的失误其实非常不应该，而这一次是莱昂纳多的个人表演。对，莱昂纳多这是一个典型的中锋踢法，依靠背身拿球，然后抹过对方的中卫，随后转身的攻门，但是被马坤岳是给拦出来了，然后是这一下的红牌啊。对，这个红牌确实没得说啊，这球过去的就是一个单刀面对门将的机会啊，红牌动作确实是非常的明显。这一下就是莱昂纳多的身体优势了，在国安禁区内闪转腾挪，只可惜最后这一脚传球后点是没有队友。对，吴贵超慢了半拍啊，他没有意识到莱昂纳多能够从人群之中杀出来。莱昂纳多看这表情也显得挺无奈的了，本来已经吸引了3-4名球员的防守，只可惜队友后边没有跟上。对，这次的传中球四传四射，在门前转了一个圈，这一下的突然启动啊，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对，启动非常快。主帅斯坦利上半场和下半场打了完全不同风格的足球，而国安队呢，两种风格的切换还是挺灵活的。这次的头球攻门是稍稍偏出了球门之外，
从今天的，就像刚刚莱昂纳多所说的，从今天的求生欲来讲，国安的小伙子们确实是要高于成都新城的。整个成都新城的球员感觉今天不是特别在状态。对，下半场还有一脚攻门是打中了立柱啊。这次又是李博熙杀到禁区里面，这次的攻门就是击中了立柱。这是后防线上出现了防守卡位的失误，王翰林。对，这次失误挺不应该的，其实已经卡住身位了，但又把球停到自己身后去了。这是比赛最后阶段伤停补时的时候，替补登场的马玉军已经杀到禁区里面了，但是被对方的球员楚金钊从后卫拉倒了。九打十一，成都星城最后时刻也是无力回天了。最终北京国安队是1-0击败了成都星城，晋级到了足协杯的八强当中，下一轮的对手将是武汉卓尔。而今天足协杯的中文解说部分到这里也就告一段落了。恭喜国安队晋级到了下一轮，也感谢您在今天的收看，感谢新通指导带来精彩专业的点评，让我们下场比赛再会。那么稍后可能还是要有发布会的环节啊，可以稍微等待一下，一会儿可能镜头画面会切换到发布会的现场。就刚刚镜头画面啊，其实没有给到那一次成都星城队禁区内的摔倒，如果有更清晰的镜头来看的话，那个球其实确实是存在误判的可能的。是，这也是今天成都星城最可惜的一点啊，这一下确实是从这个镜头，至少从给到的慢镜头来看应该是一个点球，而马宁确实也是出现了一次相对有些明显的漏判吧。对，当时马坤岳啊是扑倒了对手，但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是并没有碰到皮球，是直接扑到对手的腿上。对，慢镜头给的非常清晰啊，是肯定没有碰到球的。对，但很遗憾，足协杯的八分之一决赛啊，现在还是没有 VR 的视频助理的，一直要到四分之一决赛，也就是下一轮才有这个 VR 的介入。也是在期待在 VAR 的介入以后啊，能够减少这样的失误。其实这样对于成都星城来说其实非常的遗憾，对阵国安的青年军最后输掉了这个比赛，以这样的一种两张红牌和一次机会，这样的机会其实非常遗憾。我们来听一下赛后卡洛斯怎么来点评这场比赛。好，各位媒体朋友、球迷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在刚刚进行的燕京啤酒2020中国足协杯八分之一决赛中，北京中赫国安以1-0战胜成都星城人居队，晋级足协杯八强。获得燕京啤酒本场最佳球员的是北京中赫国安队43号谢龙飞。本场比赛赛后新闻发布会现在开始，首先有请成都星城人居队主教练卡洛斯先生对本场比赛进行点评。No ha sido el partido esperado ni deseado, no es el partido que queríamos. 这个不是我们就是比赛的结果，不是我们之前那个所期望的一个东西。La expulsión ha condicionado mucho el desarrollo del partido. 然后我们第一个红牌的话，也是改变了后面的比赛进程。Y es cierto que han pasado algunas cosas en el partido que también no nos han beneficiado.然后之前后面然后比赛一些情形然后对我们也是不太有利的。Lo hemos intentado, el equipo con 10 ha estado digno, ha trabajado. 然后就是我们最后一直是10人应战，大家还是很顽强，那个拼到了最后。Hemos intentado hacerles daño, sobre todo en, tanto en el juego combinativo como en el ataque directo, como nos ha balón parado, pero no ha podido ser.就是我们也是通过不同的方式嘛，不管是打一些高空球还是打一些地面配合，想扳平比分，但是最后那个都没完成。Lo hemos luchado, lo hemos trabajado, y no tengo nada más que decir. 然后就是我们也是那凭借我们的全力了，然后其他的没有。Poco más tiene este partido.
Sí, yo creo que nos va a venir muy bien el descanso. Llevamos desde el 1 de diciembre del 2019 trabajando. Son 12 meses prácticamente. 然后就说我现在这场比赛完了的话，我们也可以开始放假了。然后我们从去年十月份开始训练到现在，已经差不多快一年了。我觉得，然后放假的话，然后也是对大家是比较有好处的。Quizá en esta fase de la competición estemos más extenuados, más cansados. El equipo está bastante tocado en ese sentido. Nos va a venir bien el descanso. 就是因为打完联赛，大家打完杯赛的话，大家还是比较疲惫的话，所以说就是一个。Excelente trabajo de la temporada para todo el equipo. A olvidar pronto esta competición, a olvidar pronto esta derrota y a pensar en la próxima temporada. Creo que se han ganado merecidamente el descanso y ya está. Hemos estado dignos, hemos representado bien al club.Y pensaremos en otras cosas. 对，总体来说还是说这场比赛队员表现得很顽强，然后我们好好为下一个赛季就开始那个就做准备了。好，下面是媒体提问环节，请现场记者提问。主教练您好。官方新闻就想问一下主教练，今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都是赛会制的比赛，这次作为足协杯来到一个全新的赛区，跟联赛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Bueno, yo ya dije en su momento a la vez y destaqué el trabajo de la federación en el tema de la liga. Yo creo que fue un ejemplo para todos y me gustó el formato. 就是我也是之前也说过的，然后就是我们足协对于今天这个赛制的准备还有一些应对，我觉得是那个就是是一个很好的榜样。Y ahora en la Copa es cierto que a muchos equipos nos ha cogido bastante cansados.现在可能确实可能到，可能就到了足协杯吧，然后对可能大部分的队伍还是有些疲劳。Con muchas horas de hotel, con muchas horas de confinamiento, con muchas horas de trabajo, pero las circunstancias son las que son y no se puede organizar de otra manera. 就是现在因为大家可能比较疲惫，因为是可能长时间的集中，然后不管是训练还是。大家就在酒店住在一起，都是比较疲惫的。但是可能今年这个疫情的影响，没有一个更好的办法，然后就来举办比赛了。我觉得这样的现在的一些处理是更是更合理的。Quizá un poco tarde, pero en lo que respecta a instalaciones, no digas lo de tarde. En lo que respecta a instalaciones, nos ha parecido adecuado, nos ha parecido correcto, hemos estado muy bien y en ese sentido ninguna queja. 然后呢，就是我们到了这个新的赛区，然后方方面面的一些。就是那场地啊、设施啊都是很不错的，然后我们都觉得挺棒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教练也有提到，现在球队要为明年做准备了。那么今天这场对于一个对面对一个年轻球队的比赛，这场比赛是不是会成为明年准备比赛的一个经验呢？Sinceramente, no. Llevo 3 años con el equipo, sé perfectamente lo que el equipo me puede dar, nos puede dar. 就是我在这个队已经三年了，我很清楚我们队的一些情况和水平。Conozco perfectamente a cada jugador. 然后我对每个队员是很了解的。Sabemos cómo sacarle el máximo rendimiento a cada jugador.就是我们知道，然后怎么来发挥每个队员的那个主要的水平。Entonces, no nos aportaba muchas cosas, mucho más allá de lo que sabíamos ya del equipo. 就是可能就是今天吧，然后没有把我们好的东西，然后就那个就踢出来。OK, 谢谢。好，成都新城人居队的赛后新闻发布会到此结束，稍后将进行北京中赫国安队的赛后新闻发布会。刚才听卡洛斯的这个新闻发布会啊，还是感觉出来。挺实诚的一个人啊，也说到了自己的球队现在处在一个比较疲劳的阶段，从去年十月份开始结束上个赛季的备战
之后啊，就一直处在一个长时间的集训状态，这让他们的球队感觉到非常疲劳。他们也说了啊，终于能放假了，因为之前中甲联赛结束之后，到他们这个足协杯归队备战，一共也实际上也只过了大概一周多的时间，并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休整。而现在成都星城呢，也得考虑一下，像这个外援莱昂纳多啊，他是从新疆天山雪豹合同到期之后来的，他是不是下赛季以这样的表现还要不要继续留在球队当中？的确，对，还有像久尔基奇啊，还有这个金塔纳，之前也传出了一些中超球队啊，包括一些中甲的其他的球队想把他们挖走的这个情况，这个外援如何来引进，来留住现在的外援？还有啊，像今年的一些当打的球员，像王小龙啊、楚金钊啊，他们是沾了天海的便宜啊，捡了一个天海的漏，让天海球员离队之后啊，他们是自由身来到了球队。而明年呢，很大可能是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了。所以他们如何进行人员的引进？面对从今年升超失败的像杭州浙江绿城啊，包括还有和他们积分相近的昆山 FC 啊，他们能不能还在明年展现出像今年这么强大的战斗力来？对，没错，其实成都星城这赛季也看了他很多的比赛啊，个人来讲是一支我非常喜欢的球队，他的传控和漂亮足球打法都是非常吸引我的啊。先来看看国安主帅斯坦利门佐先生这边的采访。好，现在发布会继续，有请北京中赫国安主教练斯坦利门佐先生对本场比赛进行点评。Well, first I want to apologize for my emotional behavior on the line. 首先，我其实想为我在今天在场边有些情绪化的那个表现道歉。Sometimes you can keep your emotions under control, sometimes not.情绪这个东西吧，说实话有时候还能控制住，但有的时候实在是有一点难。About the game, I think our plan, what we want to do before the game, worked well out. 我想今天关于今天的比赛，我们在赛前制定的那些相关的计划都已经很好的打出来了。We wanted to play football like we do. 我们希望能够按我们一贯的风格去开始这场比赛。We wanted to make it a real game.我们希望真枪实弹的去打好这场比赛。And then you see that we can do, the boys can do it, and that's I'm very proud of them. 然后大家其实也看到了，在比赛当中，我们的小伙子们完全有这样的能力，我为他们今天的表现感到骄傲。In the first half, we had some problems with the two midfielders, number 6 and number 25, who made the game for them. 上半场呢，其实我们在中场对于对手。中场两个核心队员，六号和二十五号的防守是有些问题的。Sometimes you see in football that playing against 10 men, it's difficult, more difficult than playing against 11 men. 在足球场上，大家其实有时候也能够看到，以多打少，打十个人，其实有时候反而还会更困难一些。Well, I think we did well. We give them constantly pressure, so they couldn't play the ball easy to the strikers. 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在场上都做得不错。我们一直也在给对手压力，所以让他们也没办法轻松的把球给交到锋线。At the end, you see that yes, physically we are not like them. That's normal. 大家在场上最后阶段其实也能看到，咱们体能或身体这块多少还是和对手有些差距，不过这也很正常。We had a little bit luck with maybe a penalty, yes or no, I don't know, but was a little bit luck. He can give it or no? 我想在点球，在有些犯规的判罚这块，我们可能运气比较好一些。有的球其实五五开的球，裁判给了我们，其实也没有话说。But at the end, if you see the chances, the opportunities we create, I must be very happy for those boys and very proud of them. 但是在最后回头再看看我们在场上创造的那些机会。我真的为我们小伙子今天在场上的表现感到非常骄傲。You must not forget that they didn't play a real match in a whole year. 而且，请大家不要忘记，我们这帮小伙子在今年这一整年，在这场比赛之前，其实都没有踢过正式的比赛。And now they have to play against a very good team of the second league. You only can be proud of them. 现在一上来第一场正式比赛就是对中甲这样一个很有实力的对手，我觉得。
除了感谢他们，除了为了他们感到骄傲，我不能做的更多了。好，现在是媒体提问环节，请现场记者提问。朱教练您好，官方新闻，我们也知道其实球队还有六名主力被征调到了国青，然后对于这些球员来讲也是大多数人的第一场职业比赛，这样一个结果是对于他们的职业生涯会有一个怎样的意义呢？Well, it's the impact will be about them what they do with this game. 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他们的影响还是看他们自己在今后的职业道路怎么去走，怎么去处理这场，怎么去消化这场胜利。I always tell them they are responsible for their development. We only can help them. 其实我也一直在跟我们的小伙子们说，每个人都需要为他自己的职业生涯，为他自己将来的道路负责。其他的所有教练都只是在这里帮助他们的。But I'm sure this match must give them and can give them a boost. 但是我想这一场胜利一定会，而且必须肯定会给他们的职业生涯添砖加瓦，让他们更加自信。And I think it will be good for them to play more of those matches to get experience like those players of the opponent. 我想对于我们的队员来说，多打这样的比赛，肯定对于他们的职业生涯和经验的积累。肯定是有好处的，就像他们的对手这个赛季一样。还有问题吗？好，本场赛后新闻发布会到此结束，恭喜球队晋级八强，谢谢大家。坦利门佐的这个赛后新闻发布会啊，还是能感觉出这个荷兰人有点狡猾的啊。我们在场上一直看冯卓毅、吴桂超这两名球员是上下半场都是处在一个将近隐身的状态，而那个斯坦利呢，还是说我们对这两名球员盯防的还不够，而且我们也要在这里恭喜北京国安晋级到了足协杯的八强当中。我们也在今后的比赛中继续为各位做出足协杯的一个中文直播部分。今天的直播到这里也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欣桐做出的精彩专业的点评，让我们下场比赛再会再会。